我们会持续的努力，也愿意跟对岸展开对话，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。我要再次重申：和平、对等、民主、对话这八个字，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“一国两制”矮化台湾，破坏台海的现状，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。 未来的路不会一片顺遂，挑战只会越来越多。不过，谢谢，再一次以热烈掌声，谢谢总统以及赖副总统。在这边，我们也恭送总统以及赖副总统。